然后他就可以。哎，儿子，手借一下，在停车，攸关停车。溜冰，确定？因为这个寿司是热的，还好。你确定？那酱是不是就卡掉了？你确定？搞不好就是因为卡掉，那个盖子就反而崩开。没关系，待一会就知道了。是反正刚才那个样子还蛮好的，都没打。妈妈喜欢，看你在搞什么东东。